等着大家比梦成真。谢谢，好，真是那个最漂亮宝贝的歌声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掌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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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丹丹鬼妈，好，后面有好多位的美女，你们好，谢谢，哇，徛伫遐车后边吼，你我查风较袂遐冷啦，真的，哦，你刚才阮伫台顶哦，多一竿风神来吼，对啊，我刚才吼，这个小姐都有练过的。哎，因阿爸以前吼，迄个北港六笑时的好朋友，你知无？哎，啊，来细汉仔，因阿爸都拢阿顾到正用啦。我感觉这个用是安怎，你知无？身体内脏的用，哎，唔是外脏的用。系啊，迄、迄、迄、迄种。总之嘛，是外脏的用吼。哦，迄当阵的时阵，尔第一台顶可能就无法度看到你啊。对对。因为你敢知影吼，在舞台上吼，那袂使讲太过现实啦，嗯，这算讲吼客人的这个吼口味吼，比较是奇特，对，因为拢爱看迄个婀娜多姿的身材，是，你敢做过以来就安尼啊，安尼啊啦，拢安尼啊吼，系啊，啊可是以前哦，我知道的，我做囡仔老皮老皮啊吼。诶，歌星吼，其实嘛有人吼，即个外妆真粗用的哦。有啊。诶，我嘛感觉讲吼，人伊嘛足穿的啊。像以前哦，以前我做囡仔时阵，迄当阵是啥，你知无？陈清佩，有无？有这个人嘛，对无？系啊，他是名嘴呢，名主持人呢，哎嘛，真够唱歌呢，啊，他也很有才华，嗯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听你讲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倒流，有啊。可是现实就是要这样子啊，嘿，现实的就是讲哦，爱看到迄个三条啊三条，啊，就水落落，嘿，啊吼，当然就比较吃香啊。啊，你若讲哦，这个外妆有较粗用一丝仔，也有。有啦，也有啦，也有啦。可是哦，他们不常出现啦，无定来出现啦。那是姑姑来一拜。啊，其实哦，你知道吗？因哦，唔知哦，为什么哦？那安尼单，那咧唱歌的时阵，我认识的哦，比较较有吧的哦。哎，你敢知哦？他们唱歌都很好听哦。哦，唱歌哦，拢哦足诶，这个厚实。较高就对啊，敢那亲像咱咧泡茶咧，总是爱有一个优点嘛。哦，对嘛，所以讲我第讲拜拜要买一部毯嘛，啊，你就是十全十美的啦，所以老板才会邀请你来啦，嘿啦，啊，若是讲吼内在美吼，我们吼这一位吼真正吼太水了安尼，但是我嘛天气真冷吼，我今日先吼较等下再谈，无紧啦。因为真正冷，我拄仔甲妹妹讲，你为虾米你也遮可以？我我也知。你讲我不敢讲啊，我讲你家己拢无感觉。来什么歌名来？安排真相爱着你。我刚刚讲你敢会挂？伊讲哎呦，这挂。我已经习惯啦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习惯了，你。来。每日拢爱你嘛，难难难。
来，我这个美女哈，非常有这个气质的美女，现在要来登岗舞。嗨，那也是，非常可爱，可以关心哦。被我和这位关心来注意，嘿嘿。就在我身旁，看到有位少年呐、那些视线般叫人多么心酸。看那翩翩的光彩，围绕在他的心怀，那么华丽，端庄又可爱。小小的语言，心里留下好印象，爱的深深，就像诀别，不是我们。我走在最相信的那朵风吧，每个微笑挂在脸庞。在他身旁看到有位少年郎，那侧肩膀叫人多么的心酸。我走在街上，行人那多匆忙，每个微笑挂在脸庞。就在他身旁看到有位少年郎，那侧肩膀。至于所带来非常愉快的歌声，也感谢到我们的朋友的掌声哦！哇，掌声鼓励，绵绵不断，祝我们的好朋友家财万贯，恁的破声就是阮舞台顶表演者最大的信心。所以讲哦，不要吝啬，每一个姑娘啊，安尼加减来甲咱捧场，加减甲咱鼓励啦吼！来，即马继续要来甲介绍到咱的长腿美女，哇，应该是阴暗职场哦，所有组。我囡仔伊当中哦，上届落开，这个新冠的数字真水哦，168。咱这台湾哦，不管你是车的号啊，这个车牌啦，电话吼、这个电话号码啦，拢嘛想讲哦，要建一个较水的数字。迄包括公司含号吼，要登记哦，嘛是同款哦，爱找这个数字嘞，叫做一路发。好，佩玲的这首歌曲，那想那趣味，共同欣赏，谢谢。谢谢看方便，那是那自己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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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那是那是你一个你一个，我甲你煞惊歹势啊歹势，你的梦啊我来的一切。好，安排你唱到那个配音，可能都来关心。
听歌听欢喜，万岁皆如意。一日日日，心内想的是你一个，看着你所听歹的生命陪伴。袂用食好肥叫个腿，对啊对啊，对啊，这嘛是人生哦快乐的代志。这才是好个嘞啊！是啊，啊，你敢知影我细汉有一个外号，啥物？叫胖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细汉够肥吗？细汉哦，我细汉的时阵那边哦圆滚滚哦，是啊，下口足巴甜的哦。你足够水的。系啊，我吼，大概若看到恁个吼，我拢甲讲哦，其实哦，我看到你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，真正。人咧做囡仔无？以前无？以前阿妈拢会安尼啦。哎呦，恁那只。高追，哦，啊！咧面圆圆，下口巴甜，看个后代佫高追啊！有无？以前老人都嘛安尼啊，我嘛只高追啊，就甲你酸酸蒙蒙的。我拢爱看呢。啊，对啦。哎，我嘛是爱看迄呢。是，哎，拢嘛是啊。啊，是哦。爱看肥肥的。你真的啊？你看到吼，迄个囡仔的时阵，啊，尤其吼，伫咧即个两三岁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到吼，伊咧吼走路安尼哦，心安尼无？那么大，那么大嘞！对啊，可是长大之后，女孩子就不喜欢胖这个字带在身边的。是啊，你敢知影吼？我昨天哦，我昨看到一个故事哦，这是真人真事哦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倒位，你知无？大陆哦，大陆哈，唔知吼，咱的朋友有看到这段影片无？你敢知影吼？这个叫做媳妇，跟公哦，没有同桌吃饭过，结婚五冬啊哦，结婚五冬啊，没有同桌吃饭过，啊，结果我甲看伊的故事是安怎，你知无？公公嫌这个吼媳妇太胖了，他的公斤数多少？我是唔知讲因那边的斤吼，甲咱这边够共啦，伊讲哦320斤啦，啊320斤是你个想应该是那算公斤安尼超几公斤？那个我不会换算啦，因为我对数字吼太一般嘞，你知无？我对数字拢无研究哦。对身材表较有研究，现金嘛1万块摕来，我会晓算。我蛮晓这个。